嗨，大家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你好，我是曾志伟啊。三弟们啊，毛虎啊！你好，你真的是影帝啦啊！啊 ，Jeff 今天没有在啊，所以曾志伟代替他来主持这个节目啊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Jeff。耶、yeah, ！其实我知道呢，很多观众呢都很喜欢看呢我们跟我们两只二哈 Husky 的一个互动，所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功夫还有 Panda 呢，现在他们有独立频道，你们可以去 subscribe 他。今天我们要做狗狗选择我们一整天怎么过？是没错，因为可能大家有看过 IG 呢，就是给粉丝来互动，而且这次我们换一点特别的标，我们是让我们的这个两只狗呢来决定呢，我们到底一天会发生什么趣事。这边有两个盘，所有事情呢都会有 A 跟 B， 然后呢我们准备了 cheese， OK， 那现在开始第一天的这个第一个事情。Hello， my name is Panda。好，所以一开始呢要准备的就是呢到底要穿什么样的服装，所以呢在我这边身后呢有两套服装， A 呢就是这个很疯狂的冬装，你看现在马来西亚常年30度以上，然后现在是下午啊。 B就是休闲装，夏天穿的，真的很厚啊，非常厚，没有开玩笑。OK， 那现在就交给你来指导了。今天呢，先由 Panda 来选我们今天要穿什么出门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呢就是会把那个 cheese 放在 A 还有 B， 然后放在地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 Panda 呢会选哪一个来吃。他现在已经蠢蠢欲动了，他知道是什么。OK， 来 Panda 喂。喂，脏了你喂！我这样放在一起。那你看现在在做什么？喂，谢了，来啦喂！哎呦，来啦 ，good！ 你来看呐，理我了，来啦！喂 ，one， two， three， go！ 啊！等一下 ，oh shit！A 是冬装 ，What the fuck， Panda， 这里有 B， 为什么你不吃 Panda？ Panda， 你应该吃 B 的 Panda。所以他选的是 A， shit。果然这样很冷，这样现在气温应该是零下五度。冷，哇，很冷。太冷，太冷，太冷。OK， 现在有两辆车，一辆是 CRV， 一辆是 Honda City。到底我们要坐哪一辆车出门？然后里面那个在发疯哦，刚刚明明他吃了的，你看他现在在发疯。喂，环 A 跟 B 摆好了 ，A 就是 CRV，B 就是 City。OK， 好。你准备好了吗 ？One, two, three, go！ 真的，一样是 A。哎 ，B 都吃掉了，来。好了，其实我们骗你们的，虽然选到是 CRV， 不过 CRV 的冷气坏了，这个叫 CD， 我们还可以顶啦，我怕他们热死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叫 CD 出门。Sit down. 所以一样，我们也是用回 A 跟 B。A 呢，我们就是打包去公园坐就吃了，然后 B 就是可以去 cafe 享受冷气。OK， 所以就看他们会害我们去哪里啦。哇，热死。B and A， 看他选哪一个啊？一个。A 他们全部去 A 耶，十二级快死。OK， shit。B， 哈？这样我们完蛋了，我们穿到这个打扮，我们要去公园吃。你不懂我内伤。小宝宝准备出门喽。OK， let's go， 来。去哪个？不是。去哪个？哎呀，后不去了。Go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穿着我们的冬装去打包菜饭，然后去坐在公园享受我们的午餐。都是后面两个惹的祸。阿宝，来哪？还在惹一幕。拜拜。两个好奇宝宝，他一直在盯着窗外面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跟他们是完整的，他们是每天都在冬天，然后我们也在冬天。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毛？哎，我们的毛不啦，我们的衣服跟我们的毛一样。我是空服，你是 Panda。Come，
各位，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先把他们绑在这边吃我们的午餐，然后等一下就要带他们遛狗了 ，OK？ 真的是莫名其妙，下午三点在公园吃，咋可怜啊，坐在这里吃。是啊，餐餐饱，哇，很热哎，哇，都是他们害的。是。现在真的是太热哦，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后悔。为什么要开启这个挑战？辛苦的是自己啊！你看，很晒啊，超热，你们感受到热吗？我连墨镜都没有。重点，你试过降热在外面晒太阳吃咖喱吗？你看，那吃的东西。杨明，我吃完。东西还可以啦，可是我习惯有一把刀，把我跟这些狗一起同归于尽，因为是他们选的。热，我还。戴住毛毛，我已经热到半死了，然后头发又长哦，我不要刀，我要剪刀，把头发剪了吧。要去买一把吗？你确定啊？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就要决定呢，狗狗呢跟我们呢，到底呢要在公园待多久？到底是2个钟头，还是呢20分钟？拜托，希望他们可以选到20分钟，因为你看我讲话就知道我也是开始没有力了，因为真的太热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，哦。给他们来决定啊！这个气势融的程度就知道我们现在天气多么热。来呗，看一下。哇，这样，真的是这样了。嗯，那你开另外一边喽。所以现在呢 ，A 就是20分钟 ，B 就是2个钟头，因为他们一直选 A， 我觉得他们选 A 的几率很大。你把 A 摆到明显一点的位置，这样我们就比较轻松了。好，OK， 现在呢，我们要给 Panda 溜滑梯。这辈子他从来没有溜过滑梯，所以不知道他等一下呢反应会怎样。所以我拿着功夫， okay. 然后你去带 Panda 呢，把他弄去。喂，好，我飞这里去。我们接着推他啊。好，准备好了。OK， 1、2、3 ，Go！ 哇！拿功夫啊，拿功夫啊！等在路上，拿功夫去。No！ 哎哎 ，Ready， 1、2。Go！ 这样我们现在看他自己会不会爬了。Go！ 哇 ！1、2、3，Go！ Go！ 不要吓，对啦！兄弟，失控，失控，失控 ！Shit！看他功夫，看没有？抓住啊，抓住啊！哇，拉尾不看他们就飞远远了哦。他们已经刚刚在失控了。压进去啊！哇！给走 ，Go， 功夫！啊啊！啊！喂！难进哎，你连你都难进。我觉得是我们自己比狗还要累，玩到不过20分钟可以走。带他们搭个秋千，我们就回吧。帮我们搭秋千啦！太累了呗，这20分钟够力吗？或者是20分钟还是2个钟？我们现在也感受到他们的热度啊，讲真的，有一种新的体验，真的觉得 Husky 活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。所以平常我们就要跟三代我们的狗狗，所以他们玩到累了要休息要睡觉了，然后这个还极有力耶，他们两个玩到累，我们两个玩到更累啦。看，不要爬高，跳。他们两个就这样卡住了。马上回来，先补充水分，不要喝那么多，准备冰水给你啊，来。准备好什么棉吗？冰块，还有水，消暑圣品。
这个老板娘，老板是越南人，要两只手。火锅和我们人一样，很爱吃冰的。你看我们的两只小狗也是玩到累啊，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很累啊。哎呀，这个挑战实在是太累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挑战的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订阅美队圈呢，打开小铃铛。那也不要呢忘记呢去订阅他们的一个频道，更多我们的互动呢，现在暂时还是会在我们的频道，希望你喜欢我们频道，然后呢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 follow 我们的 IG， 拜拜。80万订阅呢会送什么？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观众，又还没有订阅我们，又还没有打开小铃铛，你就知道要做什么了。所以赶快订阅我们，打开小铃铛 ，follow 我们的 IG。8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送华为 Nova Phone。不管你是香港观众、台湾观众还是大马观众，选到你我就寄到你那边去。我们很 steady，、哦、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华为 Nova 4送给你，好不好？